叫 Mardhiah Hani. 今天我会告诉你们我的 Zhōumò。早上好，我昨天晚上12点睡着了，我今天早上10点半起床，我不吃早餐。起床以后，我就看电视。下午好，现在中午1点，我饿了，我要出去午餐。今天我吃炸鸡，我喜欢吃炸鸡。然后我和我的猫一起玩。我的家有三猫：Miwin、Tontot 和 Bubu。我的猫和可爱。我的猫叫 Miwin。我的猫叫顿顿。我的猫叫布布。我喜欢看电视。现在晚上10点，我已经吃晚餐了。我今晚晚上11点半睡觉。晚安，谢谢。